来贴地疾风，又打碎我内伤比外伤痛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切堪比我命。那一个呢为什么英明只是个颂声，活着就特立独行，不为谁动，只一秒钟做自己的英雄。探长先生，邝海天买了自来水厂，却拖欠我们公用工钱，我们只需要有说法。探长，你要为民做主啊！哦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闸北自来水厂的老工头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租界巡捕。你们闸北自来水厂拖欠工钱，关我屁事！对啊。这是闸北区，探长可以在闸北挨家挨户的砸门找人，怎么就不能帮我们找霍海天讨要工钱呢？对不对？对！退后！退后！你想妨碍我执行公务是不是？啊！你可以冲我开枪！你冲我开枪！冲我开枪！那不也有吗？胡闹！跟二哥这么多年，二哥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你不知道啊？老色狼，看得见摸不着，白天走太危险了。
在这歇会儿，晚上再动身。去哪儿养老吗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离开上海再说。别离开上海再说呀。我有个主意，咱要么去杭州，要么去苏州。去那儿干嘛？没听说过呀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反正我不知道该去哪儿，去天堂玩玩呗。你呀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我知道你想什么。曲哥，咱是什么人？提着脑袋过河的人。啊？活着嘛，可不就图个开心？那也得看是不是真的开心。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也得活得像个人。你那些歪心思要少动。你看，你看，兄弟之间说点开心的话，他又讲大道理。十几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，属驴的，夹子不拽紧了，随时都翻浑。怎么着？照你这么说，我还不成种驴了？哎，我倒知道咱们下一站去哪儿了。杭州移花楼。滚蛋，以后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，睡觉。跟你说的暗号呢？忘了，下回记着就行。凶什么呀？上海的柴子，比老家的鸡都贵。这豆腐干啊，就这么点儿，老家能买一筐。哎，过来吃吧。我要的报纸呢？要是说话吧，你不得吃了边吃边看。不好了，出啥事了？天鹏哥被抓了。查北王国学被袭，工人领袖岳天鹏重伤入狱。秋哥，这事儿咱得管了。岳大哥可是咱的救命恩人，咱不能眼看着他入大狱啊。凤飞说的对。就是咱入大狱，也不能让恩人入大狱。这忘恩负义的事儿，咱不能做。秋哥，这事儿咱是得管。是不能忘恩负义，但得摸清楚情况。你好，能用一下电话吗？哎，好，谢谢。周太太，我是新九。新九，你说。扎北昨天怎么样？黑帮头子凤海天已经彻底控制了自来水厂。昨天晚上，他找了一批流氓袭击了工会组织，打死了7个工人，重伤20多个，并且他还买通了巡捕房，逮捕了岳天鹏，真可以算得上是血债累累了。岳天鹏。不是你小子是拿着混账当饭吃，什么篓子都敢动，什么人你都敢骂呀？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，算是你的阳寿已尽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谁进了我卢某人的班房，能够站得出来？说什么？狗狗。到了他妈的这个地步，还敢跟我嘴硬？我让你嘴硬，我让你嘴硬，我让你嘴硬。九哥，怎么说？还上了他呢。霍海天这个大混蛋就可以千刀万剐。八姑，这坐好车回老家。赵云瑶，你现在就要甩了我，没门儿。
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：一，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去；二，正式加入你们的队伍。我有第三种选择吗？没有。那就放下。老公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要想加入我们团队，必须服从命令，不能由着性子瞎胡闹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，你都不让我做你的媳妇儿，做你的部下，我就够委屈的，别挑三拣四。哎，九哥啥时候不让你当他媳妇儿了？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知道吗？没过门就休了呀？不应该呀。咱们九哥那怜香惜玉是出了名的，那么好的大姑娘就这么不要。宗威，你会说话吗？啊，我可是帮你说话呢。宗威，去把她怜香去。现在啊，吃饱再说吧。吃什么吃？执行命令。试试吧。好玩。哎，记住。枪口永远不要冲着人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再说枪不就是打人的？枪是打敌人的，不是打自己人的。你都是自己人了，你还怕什么呀？少废话，开始训练。想听你未来的嫂子这么说话。花姑，你是不是忘了九哥帮你修了？落井下石，你狗眼看人低。花姑，你现在是我们队伍的人，也是我的下级，跟你的长官能这么说话吗？九哥，宋飞他敢教训我，你管不管？管不管呢？开始练习。枪没上膛呢。没上膛，你跟他怕什么？我刚才那是跟你讲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素质。把枪给我。看好了，记住，先把保险打开。哎呀，这么多瓶子，一个没打到，怎么回事呢？来吧，让你的教官教给你应该如何打枪。看好了，缺口，准星，目标。枪对军人而言是命，是兄弟，你要用心去体会他，他才能帮你，懂吗？不懂。九哥，这兵我带不了。可以啊，小意思。那只花也把瓶子当你的脑袋打。小心眼儿。热馒头。热馒头。谁呀？谁？赵新九。快进来。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我们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一下。就这儿吧，江宁伦没有来找我麻烦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好，明天一早，我和宋飞到自来水厂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自来水厂已经被查封了。刚才都听到了？啊，听到了。行，赶紧签吧。
再一个。还高明呢，都被打成这样了。说说咱被打的吧。是昨天我去上班，然后就遇到了一大帮流氓无赖。什么流氓无赖？明明是你们这工人吃饱撑的没事干，一会儿游行了，一会儿闹个事了。不是，赶紧，长官，我是被打得莫名其妙的。这什么东西？你小子是不是不想回家了？我去。等。下一个。工友们出事了，过来看看。知道天明哥是被谁抓的吗？是被霍海天给抓走的。他勾结日本商人控制自来水厂，所以就袭击我们厂。那不对，外面的警察不是上海警署的，是租界警署的。这是霍海天勾结租界警署给干的。那他为什么不找上海警署而找租界警署呢？这个我倒不清楚。这样吧，森明，你想办法打听一下天门哥关在什么地方，有消息给报社打电话。好的，我明白。岳天鹏，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今天是横竖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是霍海天买了你的命。我这个卢探长只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沉。当然了，这里是法租界的巡捕房，我还得给你找个合理的死因。你呀，就等着家里人来给你收尸吧。租界警署是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。上海警署就算知道了，估计也不想管，毕竟他们不就几个黑狗子吗？提枪就把天门哥给救出来了。花姑，你们都有案底，千万不要张扬。查清楚了，这次主事儿是个叫卢探长，这个人贪得无厌，心狠手辣，怎么说呢，在上海也算是臭名昭著了。看来这霍海天计划的挺周全的。九哥，你看走吧。赵太太，能不能帮个忙？让紧说，让紧，让紧，让紧，说不说？站住！什么事？上海警署派人了。说。我去看看。给我喊一声！出！出！站住！我是你啊！哎，他们来干嘛？听他的意思，好像是说上一次在自来水厂抓人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。奶奶的！这霍海天不是说已经打好招呼了吗？谁知道呢？看看再说。两位是？我们是上海警署的。是这样，你们抓了个叫岳天鹏的人，这岳天鹏呢也是我们上海警署的要犯，希望探长能交给我们。这人我不能交给你们，按照规矩，上海警署想要到租界带人的话，必须要经过杨大人的同意。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你们法租界巡捕在英租界带走人，你们杨大人知道吗？这都自
己兄弟，行个方便。当然，我们孙探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这里没你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是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别动！胆儿挺大的呀！你们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法租界巡捕房。既然知道，也不考虑考虑后果，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在这里开枪。这个行吗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我就想知道两位到底是哪路神仙啊？上个星期，兰贵人夜总会，王云在16个保镖的护送下被刺杀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事。我兄弟，那你们想让我干什么？外头有辆车，让你们的人把岳天鹏送到车里。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知道该怎么说吗？我知道，我的娘，那个可不想为了这个工人造就了小命。别急吧，好好说。是。喂。上海警署要人，赶紧把那个叫什么岳天鹏的送到外面一辆车上去。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那么多废话干嘛？行了，我没结巴吧。我们已经和卢探长都交接好了，再见。受苦了，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和您来的？这个简单呢，我们让报社做了份假文件，然后我又跑到警署偷了个车牌，就这么简单。华海天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简单，杀了他不就得了？做什么？找个僻静地方，好好把伤养好。卢探长不接电话。刚才巡捕跟我说，岳天鹏被上海警署派人接走了。我觉得这事儿……您不是事先给警署已经打过招呼了吗？是啊。
开车，我去一趟上海警署。好。几位请慢用。谢谢。你们两个跟我走。这霍海天跟其他老板也没什么区别，无非就身边带几个保镖嘛。还是有点区别的，他生活做事一点规律都没有。再没规律的咱都办，随机应变。还是老办法，现在送封信给他。这次几天？一天。我去吧。不行，张一九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呀？坐下。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你都同意我加入你们队伍了，送信这点小事都不让我去，你还留我干什么？哎呦，我觉得让华姑说挺有道理的。嗯，那你说说怎么把信送过去。自有办法。举信。江老板，哎，老肖，有事儿啊？有消息说赵新九又返回上海了。赵新九回来了？谁看见他了？今天法租界卢探长被绑了，还有一个叫岳天鹏的工头被劫了，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。哎，薛哥，薛哥，你看那是谁？停车。赵新九，哎。不是说他离开上海滩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把他抓住呀，到江老板那去领赏呀。就凭你能抓住他？他就是一头豹子。开车跟上他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哼，哎呀，这个姓霍的，呵呵，这回是给自己找了个对手。老董，赵新九可欠着咱们债呢。欠债归欠债，消灾归消灾，这欠债的说不定把灾给咱们消了呢。不是，你不会指望着赵新九帮咱们吧？哎呀，他那哪是帮咱们呢，他那是帮他自己呢，也算是帮了咱们吧，殊途同归嘛。啊，那赵新九还杀不杀？肯定得杀，不过晚一步。这晚一步得晚到什么时候？静观其变吧。你等我信儿。哎，召集大佬们开会，吩咐下去没有？帖子我都发了。其实这会开不开的也不打紧。要是这样，老板他何必？哎，双管齐下嘛。停车停车，薛哥薛哥，没了没了。别着急，肯定就在这附近，你们下车分头找，注意啊，千万别暴露自己，去吧。哎，好。看外边，也得注意里边。妨碍我。
这儿都没有人啊。我现在很后悔，你知道吗？后悔什么呀？为什么要把信放在办公室啊？这是让对手最害怕的手段之一。这么干是挺吓人的。他们回来了，走。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定办到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明天下午3点，南京方面来两个长官，是戴专员的好朋友，安排车，明天下午我亲自去车站接。是，一直办好。被人家生擒活捉了，好玩儿！哎，你还真是没心没肺。这要是换个人，得吓尿裤子。谁第一回干这事不害怕呀？你不怕呀？你没看见霍海天看到信的时候那样，闭眼睛瞪着跟个驴眼睛似的。哎，您老能不能小点？我天生嗓门大。相信了，上海滩谁有这么大胆子？
敢把威胁我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家门都看不住，啊！我养你这帮人有什么用啊？啊！饭桶废了，废了，废了！谁能告诉我，那个叫赵什么新九的是个什么人？没成见呢，问话呢。我听说过。大点声，大声点。听说汪云就是被一个叫张新九给杀的。这是个什么杀手啊？杀人就杀人呗，还事先通告一声啊？听说汪云被杀时也是提前通知。因为什么呀？自个儿清楚。新九，你就不应该让华姑去办这样的事情。这姑娘性子野，是出乱事儿，绝对不能是方身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正是因为生出乱事，你就应该给她一个安稳的家。给两位工程倒水。来来来，谢谢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九哥，以后这种事顺利，这么点小事有什么不顺利的？顺利，咱家花爷那表现顶呱呱。我怎么听着有点勉强？我还知道一个重要情报。什么情报？到霍海天打电话了，跟一个叫戴专员的人。霍海天好像挺怕这个戴专员，说南京有两个军官要来上海，让他明天下午3点到火车站接人，然后住在景江饭店。肯定吗？肯定呀，我花爷最大的缺点就是耳朵好使。哎，你不知道当时听得可仔细了，可危险的，我差一点就掉下来。当时啊，房间里还有其他的人，但是哎，他们都没发现我。还有吗？有。他说你别让他逮着，逮着就把你大卸八块。是真的呀，峰哥，你说话呀，是不是呀？快说。啊，大概也许好像还真说。你要不信你自己去问霍海天去。李峰，辛苦了。哎，哎，你没走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石经理吗？你们是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啊？请问有什么吩咐？这边请。明天在你们酒店呢，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要求你们酒店全力配合，低调安排。哦，明白明白。一共多少个房间？总共64间，单间56，套间8间。最好的哪间？最好的是618。好，那我们看看。是。这是客厅，那边是卧室。就这间吧。这间房
今天被安排出去了。明天是你们来住吗？这个是你该问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好，不问了。买一束吧，买一束，求求你了，老板买吧。咋不定呢？滚！你别，有香呀！不买算了，吓唬人干嘛呀？走走走走！哎，老板，你买一束吧。不要！乞丐，滚！人呢？装潢师走了。滚！追！我的爱。